报告大会，我们已足法定人数，好，所以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9年3月17日星期二中午12:00至12:17，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委员、立文等19人，主席郑委员明忠。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增列部分20案造列，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宣读完毕。好，请问上次的议事录各位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哈，那我们的会议记录就确定。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那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来登记。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就依登记次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27日星期五31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24委员黄国书等依据《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组织法》、《国家台湾文学馆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56委员周春明等依据《家事事件法》、《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79委员罗志正等依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3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0委员赖品妤等凝聚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1至14委员杨琼英等凝聚劳工保险财务永续特别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农业保险法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公共卫生司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5委员许淑华等凝聚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6委员廖婉如等凝聚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7至19委员林应华等凝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高级中等学校建教合作实施及建教生权益保障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公共卫生司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0委员谢一凤等凝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1至23委员于天等凝聚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0至25委员赖慧媛等凝聚农业保险法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6至31委员张玉梅等凝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学校卫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老人福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2至34委员孔文吉等凝聚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35至37委员叶玉兰等凝聚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废止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行为防治法交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38至40委员郑丽文等凝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个人资料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1委员江启臣等凝聚中华民国宪法正修条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12委员陈以信等凝聚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43委员林思明等凝聚教育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44至45委员林巨宪等凝聚政治现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46至48委员江永昌等凝聚所得税法证券交易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49至50委员陈洪波等凝聚交通部观光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51至53委员郑建才等凝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环境影响评估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54至55委员管碧玲等凝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56至59行政院函请审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交司法及法制经济委员会审查，妨碍兵役治罪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电信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60至61陆委会司法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处理。62至79
财政部、行政院、客委会、文化部、经济部、农委会、外交部、环保署、劳动部、卫福部、运安会、考试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80-195客委会、原民会、考试院、国防部等函为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96-197经济委员会函未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查照案。198-201经济委员会函未于行政命令锁定审查期限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依国土计划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3行政院函请审议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47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8-12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24行政院暴力驱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考试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的议程草案报告事项的第二案跟第42案，因为委员来函撤回，我们就应予删除。好，是好。那么因为没有委员登记发言，所以我们做以下决定。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通过。我们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案一函送本院委员审查者三案。2-1请院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者两案。3-1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机关处理者50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哈，那我们通过。请问今天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的话就请散会，谢谢。